大家好，我是 Soy。大家好，我是 Miss。把你的炭火呢摆成一个井字状，对，还晒它，超烂的。因为那个洋芋片里面其实有油脂嘛，那会加速你那个炭的烧的速度哦，可以哦，哎呦，关系它的比较大方哦。你看这样子，最大方了，最大方就是我们，然后马上就会烧起来，你的火马上就 ready 了 ，OK。快烧烤肉，烧烤树啦，你连帅到字都讲错了。那我喜欢烧烤的话呢，买像这一种比较厚切的哦，吃起来过瘾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哦，专业的，哎呦呀！我们来一个气罐，我们来钻个洞。哦，可以直接把里面的果肉打成汁啊，这个。Cheers！ 哦，可以哦，这个。这样呢，就是教给大家的三招最硬派的露营术啦，大家应该学会了吧？那如果学会的话呢，接下来11月4号、5号 ，Discovery 硬派季 ，See you there。